天是最后一堂课啊，不要睡觉。维尼就是在说你哦，注意听啊，注意听。哎，维尼，哎，告诉老师，x 减 y 等于多少？告诉我，认真啊，认真，今天是最后一堂课，最后一堂课，听到没有？哦，好，来，请来说说。说真的，只能陪你走到这。当夕阳余晖洒落的此刻，错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，都成了自责。最好的我有没有给你呢？凝望着，怕看漏你不说的，紧握着手心的温热，不得不选择轻轻放手了。这是最后的这世界静默之前，我祈祷着你。